对，问官方能不能播出音的吗？这个名字游戏拥有音乐，什么意思？看不懂。这是不能消火是不是？这是可以消火。欸，靠腰还没到那一关，应该不会死。哎、欸，天降哎、欸，好扯！下一关不能消火。超赛。还好啦，这游戏很简单啊。弱化锁定为先。攻后光轮转的小怪，然后手消气抗。接下来突击又是这里，这边的话一样就是把它磨掉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远啊？有人懂内啊？我看一下。啊、感谢道心。好，等一下看。
不行，这边没有手消到光，边这样不算，这边也没光，边只能慢慢等。所以我目光暗，没有暗。所以我目光暗，有。应该过了吧？哇，这么痒啊！天啊！再次光心没有火，好，应该过了。啊，对，初音未来忘记开，对，初音忘记开了。接下来下一关是风化，对，初音要记得开哦，对，初音记得开，开开头。这边的话，其实棍的伤害就够了。随机三到六，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下一关是消心，哎，下一关是新初级拼图盾嘛，对，新初级拼图盾的话，直接手转过，六回合，这边可以稍微洗一下技能。稍微洗一下，好，然后再把它打死。然后下一关是机械以外技能封锁。这边有开学位来的话，其实直接打他就死。接下来是燃烧围城这边哦，这边的话呢，开一只这个，其实我觉得这边这样就好了，哦，这样子伤害就够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看一下。这边的话不用开这个，开这个。找一个最短路径。我想一下。一组打了十吗？
一组打得死吗？还是开龙科？不是啊，还是开那个，还是开开头。一组打得死吗？其实我觉得有机会，但是我又怕打不死。哇操，这个伤害！他血量是四十几万而已。这样，下一关是先攻。好，这边的话，好，这边是要怎么开？我看一下，不手消，不手消水嘛，对。这边的话是用那个不手消水转法嘛，对不对？不手消水的转法，对吧？水出印记的，不手消水的转法。我靠，你这个路径也太多了吧？这路径也太复杂了吧？来来，我去找一下有没有简化一点的啊？你这个路径太复杂了，看不懂。应该是有，水初音，不手消，不消水。有没有比较没有这么的复杂的啦？我来看一下嘎敏的。还有人私讯我。哇，36步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我问一下哦。一定都这么复杂吗？没有那个比较简单的吗？啊，二血开火小奖比较好。你是说开了水初音加火小奖吗？还是怎样？还是说开火小奖用叠的这样子？开火小奖用叠的，好吗？这边开火小奖用叠的嘞。不然那个我那个步数好多哦，开火小奖用叠的嘞，百万十星开水小奖就够了。我火药奖已经开掉了，那就只能开这个啦。看一下，25步巴西哦，哇，一定都这么复杂吗？等一下，用田字型可以吧？我可不可以自己叠田字型，然后开龙科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可不可以自己叠田字型开龙科？前一略要开的话，我怕我这边如果开前一略，我怕王冠跳不回来啊！我怕王冠跳不回来啊！王冠要解锁不是吗？六回合应该可以哦，应该跳了回来。好，用甜的也要不要开龙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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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要开龙科吗？最好是不用龙科，所以就用叠。好，慢慢打啦，慢慢打啦。
痒痒的，痒痒的。过了吧？这还没过，天哪！好，过了吧？下一关的话，直接开开头，直接开队长啊！好，应该没问题，应该这次没问题。果然没意外，我真的开到三点，真的。这一次的话，开这个直接这样就好，不要断那个 ES combo 就好。好，再来王一哦。王一的话就是，我看一下，王一满血骷髅可以挡扛两下。好，那我们先扛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骷髅才有减伤的样子哦，骷髅可以扛一下，再扛一下。还可以再扛一下，是不是可以再扛一下？一四二三九，可以再扛一下。再开 Mako， 好啦，各位观众，这一队是真的简单啦，只要你照这个剧本去开，这个转法去转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，就这样子，龙科也不用开，这样打多少？73亿耶，73亿，龙科开下去，哇，至少打个300亿，差不多吧。龙科武装无视拼图盾哦，对对对，都忘记这个初音的龙科是无视拼图盾。